小猫咪在被无视很多抖内的时候还选择抖内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才一直无视他吗？抱歉抱歉，真的丁瓜洗技能，不然没办法，不然消个武康就好了。你不要天降，哎，还天降，攀升次数二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两康、三康、四康、五康，哇，又天降了，完了！哇，下一回合差不多要死了，哦，刚好，好诶，这边可以送他下去了。我们有需要技能，应该就有绝果。好的，然后龙科应该快跳了吧？哎、欸，也可以锁定左边，对吼，你这个想法真的不错。那是对，哦，对嘛，小子 应该不会死吧？活下来 ，yes， 哇，差点就去了，好险好险，是有点小尴尬。哎、欸，哇，这天降有点太多，好扯！哎、欸，要死了，为什么那么快？奇怪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带走、欸？哎，试试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敲他。打一半而已耶，好惨！哎、欸，龙克掉了，太好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！那这样解决他也是时间的问题，迟早的事了。龙克掉起来就没问题。勾前盾龙克怎么做？就是直接做，要三星哎、欸。哦，我是用一星的能力做出来的啦。基本上每一个能力都有机会触发吧，每一个新等数都有机会触发吧。好，尽力滤出三种猪猪，不错不错，非常棒！现在直接爆发全开，这可以直接变了吧？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刚刚在绿三小，哈？什么绿三小？哪一关？好，过了。打龙科关卡，对啊。龙哥好像可以直接，我想开这个哎、欸，手枪暗珠好了，哦，叠的不错，漂亮，你这个应该会过，哦，对好，绿酸小猪都炸掉了，也是。也是也是哦，我懂你们意思。那可能就 我比较晕吧、啊。你们说这个可以撸掉哦，你们说的哦，没撸掉，就再打一次而已，没什么。哦，撸掉了，好爽哦！谢谢你们，好好撸啊，做球抓到了。你说变身炸猪，爽啦！我刚才只是想要展现。展现我，可以补。我刚才只想要展现我那个龙科的掌握度，就是很猛啊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叫成什么？很爽啊！撸完空转羞辱他，可以啊！空转，呜、哦！
转喽。我现在干嘛？开这个。好爽哦！原来真是也是喜欢羞辱别人类型的。知名实况主直播开撸，撸起来啊，好爽的！更新了吗？还是干嘛？刚才是不是差点打不过啊？好尴尬！在开什么？开着好了，感觉可以嗨起来喽！请问精粹怎么取得？分解三星龙科吧，分解龙科就可以取得了。龙科之日可以刷龙科，这是最大，最普遍的取得来源。然后再拿那龙科去做精粹，就这样。我说王二空转羞辱，你会被羞辱吧？王二要转出啊。也是可以空转，不然不能空转啊，空转无法羞辱，王一才可以。